心态现在已经有点出现问题，还行。 非常幸运。哎！看陈信同的相貌啊，他的这个服饰打，省着他在打球当中晃。对呀，会有时候会影响一些击球的一些感觉。 哎呀，这个无可阻挡啊，已经是。正手反手都是充分的发力，是吧？我要看一下下一局，陈同是不是能做出一个及时的调整，比分还都比较开，一局六，一局。运动员继续比赛。 第三局比赛，看陈梦是不是能发挥第二局的优势，直接拿下比赛。哇！陈梦这一上来就变样了啊！是的。看陈梦就是山东队的希望。迷茫。 稳中带狠，是吧？稳住两把，第三把我退一步，我开始他的后续能力是很强的。但是他对战陈梦就完全没有达到这个状态。因为陈梦也属于实力型的这个打法，是的，一应对应的。这场球俩人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，但是陈梓潼在这场球打的完全没有调动性，被陈梦完全压制住了。 抓到你的弱点，然后。
进行反击，这也是一种战术。你看，怒吼了一声，你看见了吗？他有肯定在气息的搅拌吧。对，像陈思鹏也扳回了一局啊，在双方打成了是1-2。前面非常有意思，前面可能数错比分了，在那还不下来，还以为比赛没结束，以为10-7呢。相对中路会偏慢，那你还是给他两个大脚就比较吃亏。你看又是大脚，或者说一个落点连续多给一下，他给一边一个这种两个大脚其实并不是好球。暂停了，哎，吉康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在比赛的时候啊，如何克服紧张？你紧张不紧张？其实紧张这个怎么说呢？其实越紧选到国家队的队员了，我们的基本功这么扎实，我紧张的是什么？他倒是希望我们运动员有一个很紧张、很兴奋的状态。对对对。所以你这种紧张反而是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那么多的练习，你说我害不害怕对手啊？怕不怕自己？那个紧张是没有的，所以像你看，像这一局的比赛，我理解了，我们思思的意思还是艺高人胆大，对，他不会出现我害怕的紧张。进了国家队，你这个哦，对对对，一般包括打到他，像手都不会动，脚都不会动了，哇，漂亮！一个上去，是的。还是上去。中！中！到位，全是身子在来回够的，你看。一局应不应该叫？应该等到最后的时候再，如果全场比赛赢下来再喊那一声。